给你嘴巴着，先eat他一下啊，蹭他一层骸骨，等个一技能吸地，他也多蓝剑 ，A 一下往前走，一上来吃药打，吃个小饼干应该死不了啊，问题不大。他双招都交了，我们啥也没交，这波血赚。一 A 打放溜走，哟，给我晕住了还是？没事儿啊，不怕，没事儿，不要害怕，别急，我们能秀。这小子有意往我这边走一走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别着急，点个信号。我们吃点经验，哎，就行了。能秀，别急啊，我得等个饼干，等个四分钟。新版出啥装备？你着啥急呀？这不给你出呢吗？车我也不要了，啊，不用去了，死了，这还去啥呀？往这儿走来。没事，这阿卡丽打不过我们。Nice， 拿下，双杀一波。这武器大师这波没双招，哎，傻了吧，小伙子。这波我推可能推不进去了，他来挺快呀，再往前走点啊，先来一个875，我要卡手兵线来着，你知道吧，正好他没出来的时候把兵线卡里边去，没卡进去，但也还行吧，他出来正好收着了，我们其实是小亏点经验的，因为他吃到我们的经验了。一上来 A 走 AQ 再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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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接一个扣，他怎么没有骸骨啊？这波回家，这波啊，这波回家，正好一个铁刺鞭加上我们一瓶小药。找呀，亲爱的猴哥，找呀，我亲爱的兄弟。武器大师一回来，俺们升个六。来 ，Q，
抠你一下，铁刺鞭，一上来，走 ，AQ 转起来，吃个药 ，AQ 再转，套点盐，不套点盐感觉会死，这有点害怕了。我可能正好差那一身血，能打不死他。这玩意儿太幼了，防止意外，我们套他一个点盐。跟我做鬼脸，我也给你来一个。回家了啊，这波兵不收了。走，径直回家。他是要出三项吧？应该是。这神圣分离者要是给蓝还加攻速就好了。我觉得挺进破坏者就挺全面的，人没了呢。你看他这多全面，50攻击力是不是攻击力最高的？除了这星石啊，咱就说战士类装备，他是不是最高的？踢死他！哎。然后他还加攻速，我一个铁刺鞭抢下这个人头，你去打这个去，你别跟我在这儿吃塔皮。拜拜，铁刺鞭回家了。这瞎子过来可能会把我害死，等他打吧，等他打完，他刚好把 Q 给用了，我们直接 Q 他一下，不打他了。这人看起来应该是疯了，你这个 Q 啊，哎，实在是不应该，你知道吗？这 Q 怎么 Q 成这个样子啊？没事，他打不死我们，这就100来块钱了，推吧。这把16-0，16-0，你敢相信不？看谁先死这一把啊！谁先死，谁就是俺们家的罪人。哎呀，有点疼。你先帮我把那塔推了呗，那高地，你上来 A 两下啊，你帮我 A 两下。我呀，我这是塔杀的，这不算。铁板鞋，配个15吧先。
小黄毛先死的这一把。我来了，勾引一下呀，这找一下这日女儿吧。在这等一下日女儿啊，可血战斧，你说你抢着人头干啥，还非得交个闪，你给我收啊，可血战斧。你把那炮车吃了，你应该是还想吃一个兵是不是？哟，这薅着勾他，随便一勾，再见了兄弟。那能卖队友吗？那肯定是不行啊。俺们先杀这五阶大师，可血战斧，你干啥来了？是你。哎呀，什么东西，你还真就打不过我小妹妹，你能打过我吗？现在薅着都出 AP 的了吗？开始打个红去啊，都蜡石之牙大面具了，这薅着呀，先把十五除了啊。哎，为什么刚才四杀才能只出出来一个死亡之舞呢？不应该死亡之舞九头蛇都是这两个装备吗？哎呀，好勾，给我留口汤喝呀兄弟们。这把比较的顺啊，队友比较猛 ，AP 薅着。